你上封天下封地，封不走我的人民币，真的假的呀？封口也就算了，连带水的袋子都能封，这有点太扯了啊！买了个视频同款的封口机啊，买了个猛男的颜色。像我们平时肯定避免不了有吃不完的零食，下来咱们看看他能不能把这零食给封住啊？走。哇，我们看封没封住啊？哎，可以啊，看，封的挺结实，我们使劲拽，拽不开了现在。我们再试试封这个口，看能不能封住啊？这个口比较大，开始啊。这种厚的塑料不能速度太快，咱们得慢一点。OK 啊，咱们看看能不能封住啊？哇，你们看，这个也封住了，而且它封得很结实啊。既然这两个能封住，咱们看看风水到底咋样。要在评论区打出三朵玫瑰，然后艾特你喜欢的人，就会出现玫瑰花语。真的假的？我也试试，三朵玫瑰花，再艾特一个人，发送。我去，真的有玫瑰雨啊，你们也赶紧试一下。接下来就是见证时刻的机，开始走。哇，有戏有戏有戏啊，看到没有，它真的可以分开啊。我去，哎，不行啊，分开了一半，还有一半没分开，咱们试试这边啊，再给它一次机会啊。来，三二一，走。这回应该没问题啊，兄弟们。我去，哇，不行啊，它这玩意儿不好使啊。这样啊，刚才那个塑料袋可能是太厚了啊，咱们换一个薄点的试试啊。这把肯定没问题啊。来，三二一，走。我去，这啥呀这？哎呀，我就在想，有哪个大冤种能买这个东西？封个零食啥的吧，勉强还凑合。但是风水这纯属扯淡呢，有点夸大宣传了。散会。